顶爷李嘉顶和谭玉英这天不是教大家下厨，而是齐齐上节目《天天开运王》做嘉宾。讲到过年的传统习俗，顶爷立刻就滔滔不绝。我知道在厨房里面就是有很多习俗，就是我不知道的事。对对对，你以前那个灶台上面有一个神，就叫我们广东话叫灶君。每一年到头十二月就送他回天了。做官的初三，文家的民间的人就是初四初四，水上人初五。疯子发疯的那种啊，病的的错料，有规矩的。以前过年了，一年三十晚接完那个财神啊，什么样回来了？初一不能扫地，不能洗头，到过了初七人日。7天要等7天。对呀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。就是一世的外甥的福到了嘛，到你家里，你大年初一你把它扫出去就不吉利。上到节目的嘉宾都会趁机叫师傅指点迷津，或者预测一下牛年的运势，想必顶爷和阿谭应该也有备而来。你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需要？他有啊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有很多问题啊。那你也有？我怕他答不了我。我在说有什么那么厉害的问题、几年我才可以赚了10亿。哇，哎呀，那无所谓了，聊聊天吧。